我没有想到这根本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。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类自己色色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回4000万年前存在于猿猴类祖先，是一种进化的特征。那虽然目前并不清楚灵长类动物为什么开始有这样行为，但仍可以分析行为背后的意义。科学家们推测，雄性打手枪可能是为了要增加配偶成功受孕机会，色色前撸一下呢，也可以增加兴奋感，让过程更加顺利。那就算最后没有色色成功，打手枪也可以帮助排出老化的体液，留下新鲜具有竞争力的细胞为日后做准备。而至于雌性的 DIY 行为呢，目前的学界记录不多，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。以前都觉得这件事只是为了爽哦。